可以吗？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解啊。2016年7月8日啊，CoTrading 交易俱乐部啊为您带来的第259期的讲座啊。那么今天我们讲解内容可以说非常多。今天因为是非农之夜啊，那晚间的时候澳洲时间10点半，中国北京时间的8点半会。有美国的非农数据，那么这一季的数据是否还会和上一期一样呈现出一种极端恶化的状况，还是说它又回归到一个常态，变成了大约20万左右？所以今天是值得拭目以待的。好，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讲解。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CoTrading 交易学院啊。很多时候我们一直都说。CoTrading 是 Kevin 老师，那么实际上 CoTrading 它的这个交易学院啊，目的是为个人投资者提供投行级别的专业交易策略。那我们希望很多投资人能够在这种专业交易策略的指引下去学习交易。那我们发觉个人投资者他们在不了解交易状况的情况下进入到交易市场，实际上存在的风险是巨大的。那么假设我们，就拿我们昨天的一个同学，5000块钱的账户进入到市场当中的时候，三手交易，那还有我们的同学有一些投资人去做黄金巨量的黄金交易，那么浮动的亏损达到200-300点，甚至说能达到上千点的浮动亏损，那这些都是一种非常不专业的态度去对待交易。那么我们作为澳大利亚证券公司集团的衍生品金融衍生品外汇基金操盘的操盘者，那拥有着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的执照，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的私募基金的管理牌照，有着 CFAA 认证，有着迈尔的自动化交易系统的国家的专利，同时在3个城市悉尼、上海、成都设立了我们的分支机构。我想通过这种专业的交易策略的指引，能够带领投资人能够更加深刻的去从一个工业化或者产业化或者说金融本质核心的角度去来理解交易的话，它就能够脱离个人散户的这种思维模式和获利模式啊。这是我们在交易当中的为什么要创办这个学院为什么在这个中间我们的交易的策略，它的胜率比较高，获利的绩效比较好的一个原因。那我个人的介绍，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我就不再去过多的讲解我自己。我们已经经历了200多个日日夜夜和我们一起做交易，我想无论是今天参与的新同学还是老同学，你们会越来越熟悉我。那我们今天按照理论知识讲解的结构，今天会讲解到 multi time frame。就是多重时间框架下的分析这是我们在交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课题。我们在昨天交易欧元对，日币的交易实际上就使用了这种多重时间框架的，交易的分析。我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特别多的，使用交易系统，可是我们发觉交易系统本身的时间框架是不一样的。我们有短线的微问交易系统，有中线的翻云覆雨的交易系统，有日内的上升三法的交易系统，有日 K 线的交易布局，有4小时图以上的飞龙在天和见龙在田的交易系统，有用来去做止损的这种神龙摆尾的交易的出场的方式。那么怎样在这些多重时间框架当中去选择这些最佳的最好的入场的点位，做到真正的顺大势逆小势呢？那这是在今天我们要讲解的一个内容。好，那今天会带领大家去进入到交易内参的解读，实时交易的喊单会讲解到多重时间框架的分析会有学员交易的点评我们先把目光聚集到学员交易的点评上来那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说，学员交易的点评，有些单是同学们自己做的，有些单是根据我们在课堂上通过老师的喊单叫做交易指引来做的。我们把目光去看一下
这是我们昨天给投资人去提供的一个交易的币种。我们认为欧元对日币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啊，整体的下跌趋势当中啊，我们把这张图可以变得稍大一些啊。那这是我这个图是昨天。好，我们把它调到，把这张图先挪开一些啊，把它放到啊，放到前边来，把它放到前面来。这是我们昨天分析的时候发到群中的，给大家的一张图表啊，认为说如何去布局欧元对啊日币的图形。那我们也分析过，欧元对日币，欧元是看空的，美元对日币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买强空弱当中选择了这个货币对。整体的下跌趋势当中啊，这是整体的下跌趋势当中，价格回归到50%的位置的时候，行情重新开始了向下的运行。那我们认为在这个图形当中，昨天晚间的行情有可能走出一波。围绕着原来上涨、回调、再上涨所形成的反弹行情，那么在反弹行情结束的位置上的时候，就是我们去交易入场的位置。那昨天我们实际的入场位置选取的箭头点呢，是在我鼠标所指的这个位置。它完成的动作是什么？它完成了上边阳线反转，对我们这个小啊，就是这个区域进行支阻互换的一个啊入场点。那么这个入场点如果去入场啊，入场颈线位置的入场的话，它的级别是比这张图的级别要来的小的。我们把实际的交易图调出来啊，我们把实际的交易图调出来，这是昨天晚间的啊，昨天晚间的图形。那真正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我们发觉完成双 K 反转的，完成这个反转啊，这是欧元的图啊，我们把它调到欧元对日币啊，这是我们昨天的来看一下欧元对日币，那它交易的位置在哪里？我们看到在图形当中，这里有典型的双 K 反转，上涨反转，反转破位回调啊，回调。那我们就在昨天入场的位置，大约就是在 111.92 啊这个位置上啊切入了交易。那有可能的交易行走的路线是什么？啊，行情继续再向上挺升一段啊，向上挺升一段。那么在这个挺升的区间上，都是我们的 sell zone。那这个区间都是我们 sell zone。那如果有投资人说，哦 ，Kevin 老师，我们执行的位置啊，昨天执行的位置在哪里了？我们实际执行的位置，啊，应该大约是在这个位置上执行了这单啊，执行了这单交易的做空。那如果有同学说，哦，我还会更加耐心的去等待行情的话，你会发觉行情还给了你更加好的入场点，同时它的确认度也更高。这个位置出现在 112.24， 和我们下方的入场点相距大约有不到30点， 28 点的一个啊28点的一个空间。那当然有同学说 ,Kevin 老师，如果我短线交易我就选了20点的止损，那实际上这个止损选的不对啊，止损选的不对。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在昨天的这张图当中，我们在喊单的这个图当中，上来的这些位置都是做空的位置，如果这个位置可以做空，那么这个位置就不应该被止损。所以你的止损，我想最少的止损也应该是在这根大阳线的上方做止损啊。那它的止损位置会在哪里呢？会在这个大阳线的上方做止损，也就是说它的止损点应该是在 112.59 的上方啊， 60的上方。那止损放在这个位置，如果投资人能够耐心等待行情的话，我们发觉昨天在我们入场之后，行情连续三次点刺 112.24， 再来的时候，第一次机会到这儿你可能把握不住，第二次再来，这个机会要准备好要把握了，第三次再来，给了你三次的交易机会，这是事不过三啊，局部的顶部形态已经构成，如果切到小级别的话，这个地方一定是个三峰的形态，就是我们说日本蜡烛图技术去讲说连续三次点刺朝下方的叫三川形态，朝上方的叫三峰形态。你当然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哦头肩顶什么什么 whatever， 但是就拿日本蜡烛图技术去研究这三根 K 线的话，它是三峰的形态，连续三次点刺这个位置上，形成昨天晚间交易的入场的最好点，就是这个点是事后分析的最好点。他在事前做不到，那
那我们事前的入场点放在了 111.92， 就是这个啊，就是我们鼠标所指的这个位置上入场。那这个入场的位置，如果去做啊目标位的测算的话，我们说颈线上方的区域等于破位下边的区域。那颈线上方走了多少呢？上方走了大约60点，那走了63点，我们向下的区间也应该是找到它60点左右的位置啊，找到它60点左右的位置，这个位置大约出现在 111.42 的位置， 111.42 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获利目标位。那当然有些投资者还可以在小级别上等待它上来再次做一单，但是第一次入场的位置和出场的位置就应该选择大约获利60点左右的位置啊，这是我们在啊，就是如果你是盯盘交易的话，应该选择的位置就是在那里。所以有些时候同学们在去交易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再把这张图调出来啊，再把这张图调出来，那这是我们在实际当中的啊这个图。那最终这个图形出场在啊什么位置呢？我们看到我们出场的位置就是在 111.40， 在这个位置上获利满足出场了。那你就知道这个位置是如何来的，对吗？那你就知道这个位置是如何来的。那3040在3040左右的位置上的时候，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交易的啊，就是应该在这个位置上的出啊进场的位置。那中间有一点，你看到85的位置和我们在课堂当中给同学喊单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有大概6-7点的这个差距。我们发觉投资人在去执行交易的速度上还是有，就是他还没不一定能够准确的在这个位置上去做到这些执行的动作，然后还不能够准确的，中间这七点就是你的一个成本。很多同学说哦，有些行情点差比较大，所以他会特别在意这些点差。可是真正重要的还不是点差，而是说你在这个交易的时候能不能找到那个临场决断的那个好点啊？这是我们在实际当中看到，假如说我们在那个时间点就去执行这个单的话，会有七点更加多的一个七点的这个盈利。那么这七点价值多少呢？它有多少的价值呢？它的价值是多少呢？我们说以日币啊，有没有同学说知道说这一欧元对日币每一点价值是多少呢？这个就不合适套用公式说一点一手10美元，它不是一点一手10美元，是一点一手1000日币。那么七点多少呢？就是7000日币，两手就14000日币。那也就是说，你的动作一慢，中间14000日币就没有了。啊，当然日币没有那么厉害，不是说是14000澳币那么样的。啊，大约因为现在美元对日币啊接近100左右，所以除以100的话，有114美元。大约多少澳币呢？150澳币吧，大约150澳币。所以在刚才的这个动作舒缓的这个动作当中，你损失了多少呢？损失了150澳币，就是这个，就是从我们课堂喊单到你的执行150澳币亏损掉了。当然最终还是一个盈利单了。所以我们在上课的过程中，什么是课堂的意义所在？就是把大家的这种交易的敏捷度、反应的这种迅速程度和对交易的理解力去大幅的增强，同时配合这些交易系统，使得同学们在交易的过程中的这种交易的状态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职业化。职业化不一定是最好的，只有大师才能做到最好和完美。可是业余投资者如果能够走到职业化的时候，已经能够相当程度上去避免中间的这七点的 gap， 一定不是像这样的产生离喊单到这个位置上还有七点的 gap 存在啊。这是我们在昨天喊单的这个中间出现的一个状况。那当然最终的状况呢也不错，也是一个获利止盈单啊，也是获利止盈单啊，1185澳币啊，一个止盈单。那我们再看一些在最近的几天里边啊，从6号、7号，包括今天的8号啊，6、7、8三天，我们看一下这位投资人去交易的啊，他使用的微问交易系统啊，那中间734430点啊，30点的获利止盈，标准微问啊，微问2.0啊，然后500啊，574，
那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标准半标准的微问吧。那个58然后到三一啊，58到三一啊，大约不到一些30点啊，不到一些三十点啊。投资人注意，其实这个行情最终走了挺远的啊，切三十点其实有些可惜啊，切三十点有些可惜啊，这是它。那只组互换的纽币对瑞士法郎做的亏损了啊，做的亏损了。欧元做的少有盈利啊，小小的一些盈利啊。那 Vivint 2.0做的纽币对瑞士法郎做的盈利了啊，小有盈利，大约15点左右。这个我觉得15点也可以了，因为这个币种啊，你注意纽币对瑞士法郎它一共7000点，它一共七千点，它交易59到43啊，59到43，16.7点。那如果是做英镑的话，就相当于已经获利了35点的获利了。所以币种不同，它的波幅也不同，获利的区间也不同。那欧元对瑞士、英镑对瑞士法郎，这也是我们在课堂当中的一个喊单的交易也是执行到了。那么中间美元对日币英镑，那整体我们看一下，在这些交易当中有两单亏损有两单亏损，那其中一单有1426一单了。做澳币的亏损了820，这单澳币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昨天我们有位同学也在同样的位置上做，也在同样的位置上入场做空了澳币，但是等到澳币走到了7530的位置还没有平仓。我昨天讲过这个案例啊，就是也是我们同学的一个交易的案例。昨天我们做澳币的空单，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区间里面做的，在本周的这个区间里面做，那点到止损就出场。而有的投资人直到这个行情走到哪里呢？走到了这个位置上的时候还没出场啊，那还没有出场，浮动的亏损就显得比较大了。我们看到从入场的50左右到这个位置大约80多点，83点。83点，这位投资人做了3手的交易，2400美元。如果再折合成澳币的话，大约3500澳币，就在这个时候的浮动亏损。那中间在这个时候就有些扛不住了，因为一共只有5000的本金在里边，他就扛不住，问我怎么办？我说现在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再坚持一下，坚持的代价是400美元，怎么算出来的？我们从这个位置是。从这个位置上往上看，我们发觉最近一段时间上的主力位置在7575的这个位置，0.7575的位置。那距离这个位置相差有多少点呢？相差有多少点呢？大约15到20点，15到20点。那每一手交易是200美元，那1.5手交易就300美元，300美元大约400澳币。所以我要求他再坚持一点。那坚持的结果就是，很快行情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跌，67点，那就到达了它的损益两平位置，甚至还稍有盈余，还稍有盈余啊！注意这个线形在走的当，在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小图形，那在当时走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图形的，非常快速的就是这根线形，非常快速的一根 K 线。半小时突然几乎瞬间就是这60多点就下来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马上平仓。发生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他转门就问我说：“Cameron 老师，澳币要大幅下跌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平仓？”我说：“你不明白交易，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先平仓，然后再做打算。”好，那这是实际的交易。那么我们比较两个，到底这个澳币是亏损？800澳币好，还是等到他到这里损益两平好？我们去做这样一个事后的分析，到底应该在这个位置上止损出场啊？标准止损48到79，大约30点的标准止损，到底应该在这里做止损，还是应该等待这种突发事件带来的损益两平呢？我想经过了这位投资人经过了当时的这种。心理的波动之后，我想他对交易会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体会。只有在实战当中去感受当时的心理，才能够是最好的一种学习方法。我建议啊，今天他也在场，我建议这个同学啊，
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去写一篇交易的日记，因为你是交易的新手，你写一篇交易的日记，把你当时的心态去记录下来，这些将来都是非常好的反思的思考材料。我是新手的时候是如何去对待这一单的？那么交易的专业交易者是如何对待这样的单呢？我希望将来大家给我讯息的时候，尽量减少说 Kevin 老师啊，江湖救急，我现在马上要爆仓，减少这样的动作。那救急是救急，它不能老救急，所以要做这个动作啊。我们在今天也把它写成了课堂喊单，表示说，如果我们在这个位上喊单，需要止损的地方就去做止损的，啊，就去做止损，没有特别多的，疑虑在啊，没有不要在这个上面心存，啊，这种侥幸啊。那整体的累计去对比一下，我们看到有两单的亏损啊，就在这一段时间有两单的亏损，那分别有800和1400啊，大约有2200的亏损。那盈利的话呢，有这是一千啊，1300。2400，2800，3200，3800，4800，4900，5000块，那五千，那这样的话，它的有多少盈利呢？在这一段时间有多少盈利呢？那五千减去啊，大约2200，还有2800澳币，用的是两手啊，大约都是两手的交易，除以二的话，就是1100澳币。就是我们用一手一手交易的话，在这几天有1000澳币的收益。如果两手两手的交易的话，就是将近3000澳币的收益啊。那这样的话，很显然就按照这个节奏去做单的话，我们想一个课程就拿到了啊，一个课程就可以请一年的这种课程就可以得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投资人在这份投资人的答卷当中，这是你的答卷啊，他做的单并不多，但是做单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就最近三天来说，我们看1、2、3、4、5、6、7、8、9、10单，然后有两单亏损，80%的胜率，相当了不起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使用交易系统和跟随课堂喊单的，他们的作用还是非常显著和明显的。所以我也请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继续啊，跟随我们的课堂去学习到这些交易的，讯息啊，也同时去学习这些交易系统，微问交易系统的 2.0 啊，飞龙在天的这些交易系统都是在我们课堂当中会讲解得到的啊。学习了之后呢，掌握了这些技能的时候，你再去入场的时候就会，心中有数了啊。那这是我们关于解盘方面的内容，来我们来看一下实际行情的运行状况啊。实际行情的运行状况，四小时图表是我们在分析当中使用最多的啊。我们在交易的时候，从这个图形开始啊，总是从四小时图形开始去寻找将来交易的啊这些好的交易的位置啊。那进入到周五的今天，我觉得在技术面上去做过多的分析，并不能够清楚的能够展示出行情运行的状况。最好的方式呢，可以在我认为可以在基本面上可以多做一些分析，因为今天晚间的非农数据是今天最重要的，行情的走势的格局是最重要的。那简单看一下技术面上的图形吧。那欧元那目前状况呢是在三角形收敛，我认为它是偏空的啊。就技术面上它是偏空的，长影线指引的交易方向是向下的，大幅下跌的这个 K 线也是指引的图形是向下的。技术面上我们找寻我们交易的好点的时候，我们发觉学习了建龙在田交易系统的投资人就能够找到它的田在哪里，它的关键 K 在哪里，去寻找这些关键 K 去找到它的交易的位置。当然欧元和美元在今天晚上因为美元的基本面的动作比较大，所以有可能会产生上下的波动。那在今天的时候，我觉得一些交叉盘的行情可能会走出比较理想的可能会走出比较理想的，就是如果你想规避美元的话交叉盘可能会带来一些好的交易的图形。这是我们看到的欧元对英镑欧元对英镑。
那最近一段时间，图形走势是相当强的，欧元对英镑相当强的走势，所以我们认为欧元对英镑仍然本呈着一种逢低买入的结构去交易。换到我们的5分钟图上的微问的图形上来看一下啊。图形当中指引的交易的结构来看一下，在今天有哪些可以入场的机会？我们发觉，这里有交易的入场做多的位置啊，这是今天的入场做多的位置。我们看还有哪些入场做多的位置呢？在这里啊，那目前我们认为欧元对英镑仍然是逢低买入的，价格在下跌回调的过程当中去寻找它的买入的机会。那我们看到。假设有投资人说：“哦，我 Kevin 老师，我是挺喜欢做背离的，我是挺喜欢做背离的。那我们期待着价格在回到下方的时候，如果能有与之相匹配的水平位置的切入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些位置都是日内短线的入场的好点啊，日内短线的入场好点。那标出价位的时候，我们发觉它的价位是在5554啊，就是再往下再走4到5个点。”那有的人就说：“Cam 老师，我为什么要特别的去计较这四五点呢？为什么我们在交易中特别计较这四五点呢？短线交易的入场点会更为计较，因为行情一共啊，就是这个波幅一共有多少点？一共只有24点的波幅。如果中间的四五点不去做计较的话，那么你就会在止损上去增加点位，而在获利上去减少点位。”里外相减的话，会使你的损益比产生非常巨大的变化啊！这是我们在短线上去看到的。那进阶的微问会把它变成相对复杂一些的，就是微问2.0会增加枢轴线，会增加 SA 啊等等的等等的内容。再去进阶的话，我们会发觉微问再去运行的时候，图形就会变得更为有趣啊。图形会变得更加有趣啊，那这也只是的在这些位置上是做多的啊，所以我们去学习的过程当中，每一次进阶都会带来行情新的看法，从不同时间框架下去研究行情的一些新的看法，就会在我们交易当中去产生啊。我们先把它回到一个还是微问当中，那这是日内的短线交易，来看一下其他图形，我们看到。欧元对纽币哈，这些交叉盘我们昨天讲交叉盘，今天呢就可以选择这些交叉盘当中的这些货币了去切入它去规避美元的风险啊。今天图形当中，我们眼见这个图形当中指引的交易系统指引的它是逢高做空，所以好多投资人他们参加了我们的晚间的这个解盘，我建议大家你至少要在。课堂当中要去我们的初级班或中级，最好是中级班的课程当中去了解到这些交易系统是如何拆解的。那这些拆解的理论知识，如果能够在课堂，就是在这种课上的学习当中了解到的时候，专业的喊单对你的帮助就会更大啊。当然，这也是有，因为我们在之前在交易的时候，在课堂上呢，更多的去讲理论的知识，把微问去拆解开来去怎么做。那可是有一些投资人呢，还是喜欢说：“Kevin 老师，我不大喜欢上课，我呢就喜欢说你喊单。”特别是一些同学就特别喜欢这样喊单。但是我觉得了解他为什么。是个非常重要的，是自己能够学到手的啊，所以在图形当中选择这些交易的入场的好点呢。今天整体上欧元对纽币都是空单参加了课程同学，你就想想你是否在今天的时候交易到了这些空单，点出这些交易的位置来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找到它的这是图形当中的做空的位置啊，那我们再找到它。图形当中做空的位置，这些都是图形当中指引的我们做空的位置，包括现在的这些位置上仍然是一个做空的空点，行情在这个地方反复的上涨而上不去，其实是构筑一个头部啊，构筑一个头部。那我们现在暂时先不做空啊，就是早盘的时候你都是有，就昨天晚盘到今天的时候有3次交易的机会。
每次下来的时候，像这样一下都是70多点、80点的一个行情啊，这每次下来都是七八十点的行情。那目前的状况，如果我们去交易的话，守止损守在哪？我觉得守在上方，距离目前的位置大约也就25点，所以这一单是可以做的。啊，所以这单是符合微问图形的一单啊，我们在这里就去执行一单。这一单是欧元对纽币哈，欧元对纽币，所以它的仓位呢是可以稍重一些，因为欧元对纽币是在，是以纽币计价的，是以纽币计价的，所以它可以，那止盈止损可以按照我们的标准止盈止损去做啊，按照标准止盈止损去做，或者投资人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使用物理止损啊，短一些的物理止损可以守在这个位置上，啊，我说的不对啊，就是分析的位置可以放在这个位置，只组互换的位置，上面是296啊，296的这位置，再往上一点，298啊，放在1.53上边嘛，放在1.53上边，那这个止损的位置距离目前的价位大约40多点啊，因为它可以往下穿30-40点，那在这个位置上往上走这么几十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非常有可能的哈，啊，截止目前。啊，已经获利超过2点了，啊，那从这儿上已经超过3.8个点了。现在平仓啊，也是有它的价值在啊。当然啊，这是欧元对纽币啊，所以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了解交易系统去学习它是特别重要的啊。我们觉得在这个图形当中，是晚间也是蛮好的一个位置来看一下，欧元对澳币啊，欧元对澳币图形当中已经开始向下走了啊，已经开始往下走了，而且呈现出一种向下脱离的状况，这为我们欧元对纽币的单增加了更多的信心，因为澳纽，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纽币相对来说运行的比较强啊，澳纽运行的比较强，那澳币呢又重新跑到了7500的上方啊，跑到了7500上方，呈现了多单呈现向上跳空的行情啊，7500。但是澳币，不是那么特别强啊，就是上面马上有关卡，去看看它在关卡附近的表现的状况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欧元对纽币的走势的图形啊，那欧元对日币，刚才我们说过啊，这个货币对啊，逢高放空欧元对日币，找这些空点。那么在今天的时候啊，交易系统也体现出了交易的机会啊，逢高做空也有交易的机会。那回调上来，那么这个图形怎么走啊？下跌拉回，下跌拉回。你注意，它下跌往回走的时候都是在通道里面运行的啊，这是它的通道。那上这里是它的通道啊，那这个通道的乖离度呢？我们来看1.0啊，如果稍加大一些啊，大约是1.2左右，可能会更加合适的。那甚至说局部上面能够到达1.2、1.5左右的位置，那这些都表示说它是一种盘整。那这是下跌的主趋势，这是上涨啊。那在下跌的趋势当中，我们寻找枢轴线以及第一阻力位之间的入场的空点，那这些空点的位置在这里，所以欧元对日币的这个图形，就这个图形，今天再上来的时候还会形成一个交易做空的交易机会，去等待它啊，耐心等待也会有一个，会有它的回报在，就是当你去耐心等待这些好的交易机会的时候，你至少第一个不会亏损，第二个随着它的运行会出现一些好的交易的机会，这些好的交易机会与它平齐，与枢轴线平齐，那在111.63左右的这些区域当中，都是我认为去交易它的好的交易机会啊，或者你就按照交易系统去做，4小时图上的交易系统不大合适在今天再展开了啊，不大合适在今天再展开，因为马上过周末了啊，马上过周末了，所以图形当中表现的这些交易的
表现出的这些交易的机会可以去把握，但是今天的时候不合适再做长线的布局，因为第一个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给你去做，第二个马上有重要的基本面上的消息出现啊，消息过后那些长线的单就可以可以啊。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那欧元对瑞士法郎啊，这是我们比较喜闻乐见的一个货币对啊，比较喜闻乐见的货币对。那这个货币对呢，始终在一个盘整当中啊，但是它也走不远啊，现在局部上的往上走了十几点啊，它一直是在盘整，今天往上走了十几点啊，我个人觉得它走不了太远啊，这个货币对以盘整为主，不太远哈，走得不太远。来看看其他的，澳币对加币我是看空澳币对加币的我是看空澳币对加币的。那如果按照交易系统做的话，那今天做交易系统澳币对加币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多单啊，多单上去。那目前我们看到它和前期的峰值就是和今天的高点相互水平存在，那这些位置有可能会出现这些反转向下的格局。目前啊，其实市场走势的焦点在哪里？市场走势的焦点是在澳币上啊，是今天的市场走势的焦点是在澳币上。另外还有一个，昨天参加晚间解盘的时候，你们注意到一个重要的讯息没有？我们不知道听到没有？昨天我们发觉原油的价格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昨天原油的价格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那我们先到4小时图，不在5分钟图上看原油了，因为它太。太这个什么了，太看眼前了啊，就是太看眼前了。那昨天的原油走出了非常大的一个下跌的行情，这波走了3块3毛9，走了3块3毛9。你别小看3块3毛9啊，对于黄金来说3.3不算什么，可是对于原油来说，这可是个了不起的跌幅啊。因为原油一共多少点呢？一共。就是4500啊，就是一共就只有45块钱，一下跌了3块多，它的跌幅是非常大的，78%的跌幅啊，78%的跌幅非常大。那在这样的跌幅当中，有可能会出现反弹了啊，就比如说啊，林老师会产生交易的思路，就是在底位上是不是可以去抄一单，啊，围绕着45的位置去做止损的这种这种多单啊，也是一种。独特的盘感，我觉得他在去这种大行情的乖离位置上去做交易是，就是晚间的林老师做这种类型的单是特别有这个准头的啊，经常会交易到一些极限的位置。那我们平常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在这方面的交流其实并不多，因为每个交易者他对市场的认知是独特的，他会形成一种。以自己交易经验和获利经验而带来的这种获利的能力，那我想，假如说以我的观点去，揣测他的观点的话，我想可能是这样一张图表啊。好，在4小时图当中，我们去寻找它最近行情走势的这个乖离度啊。那我们发觉现在的乖离度已经达到了1.5倍的乖离了。我们再次画一个啊，我们再次画一个。这次我们将乖离度调整到更大的幅度，那我们把它放在2的位置上，把乖离度调整到2，发觉2的位置在下边缘上有过触碰。如果我们把它调整为刚才的调整为1.5的位置的时候，我们把它调整为1.8的时候，我们把它调整成1.8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发觉它就更加贴近行情了。那么如果价格围绕着1.8的这种乖离度向下运行的话，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刺激趋势。这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当中都是可以使用的。那在这个图形当中，我们发觉原油逐渐去进入到它的底部区域，逐渐进入到它的底部区域，下边的摆荡指标也体现出了这一点，摆荡类的指标也体现出了这些。我们来看这些摆荡类指标所对应的。上方的位置这是它摆荡类指标在这里出现了一些钝化啊，下跌里面的钝化。那我们看到这
我们再看竖线啊，还是用竖线的时候来去看白当类指标在这些位置上出现了峰值。那当白当类指标去极限的去接近100的位置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这种的极端的值啊，极端的值。那在这里呢，出现一个白当类指标的背离状况，就是价格下到更低的低点，而它的新的低点，新的低点却挺升了。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有可能会形成一种上涨的这种动力，就是围绕着大约几块钱了，从这里到这一个波段大约4块钱 10% 一个波幅的底部区域。所以在这时候交易在这里是可以的啊，在这里是可以的。那假设说在这个时候原油反弹啊，假设这个位置上原油开始反弹，真的开始呈现反弹的时候，那又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又会出现什么状况呢？我们会发觉，当原油开始反弹的时候，加币就开始变强。加币如果开始变强的时候，我们的欧元对英镑啊，就是不对，澳币对加币、英镑对加币的这些货币对，就会产生更加强烈的下行走势啊。这是我们在交易过程当中对这些货币的分析和对这些货币的分析和认知啊。去看行情啊，去看一下行情怎么走了啊，这是我们看到的。短线上英镑些许的朝高在运行了，美元对加币啊，美元对加币就是目前的美元对加币，来看一下美元对加币在小幅的往上走。你注意没有，刚才画的原油的图，这个指标在指引的时候和画在加币上的是一致的，所以加币和原油的正相关度啊，就是非常高的。是非常高的正相关度啊，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原油产生变化的时候，加币也可能产生应声的变化啊，这是我们看到的。美元对日币还是在一个低位的运行状态当中两次去探底啊，不太清楚它的走势。我觉得今天再去交易的时候美元对日币可以稍作观测了。那因为今天晚间的时候数据行情也走得比较大。也可能走得比较大，稍作观测，先不去在这个时候贸然的去进场啊。来看一下其他的交叉盘的走势啊，在这张图形当中，澳币对日币的也是我们认为也是这种图形也是逢高做空的图形啊，就是在4小时这个级别上逢高做空啊，一些长影线的内部都是我们交易的好机会。那如果切到一些半小时图的级别上，或者日内级别上可能另当别论。所以我今天有这样的建议，就是四小时图上的交易今天不再展开了，半小时图上的也不要再现在再展开，因为半小时图上的交易往往会走这么5到8根 K 线才能够走到你的获利的位置。那假设走8根 K 线，半小时图就是四个小时已经就过非农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去布局一些半小时图上的走势也不太合适，除非你明白非农该怎么做。那目前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一些5分钟图上的交易，因为5分钟图上大约5到10根 K 线，1个小时、2个小时就可以了结的图形，也都是非常棒的啊，也都是交易机会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这些的图形当中的图形当中的这些好的位置去做交易啊。好，切到5分钟图上来看一下比较容易的这个模板。那图形当中的澳币对日币是逢高做空的高位去找到它找到它的空点找到它的空点。这是瑞朗对日币瑞朗对日币那瑞朗对日币今天也出现过两次的交易机会也出现过两次的交易机会，在这里做空的交易机会和这里做空的交易机会两次交易做空的机会。那实际上顶端的位置我们去度量它的话，是上方的水平存在，那下方的
顶背离状况构成了第二次的顶部的位置。所以交易当中如果去做空的时候，当它再次回到原来的这个点位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些交易的非常好的交易的位置。那现在已经过去它的已经错过它的入场点。缩小图形的话，我们发觉昨天这个今天早盘整体的下跌和昨天晚间整体的下跌的时候，那这个图形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下行的走势。我们把它放在单纯的 K 线图上进行分析我们放在一个15分钟的 K 线图进行日内的 K 线分析那当我们去分析行情的时候，最重要的分析是它的前一天的走势前一天的走势。那如果有兴趣的同学今天我们讲解的内容是多重时间框架的指标一个讲解，我们在这里稍作学习了，我们在这里增加一个技术指标增加一个技术指标，我们来看一下把它拉到下边来，我们找一个找一个技术指标多重时间框架的技术指标这个多重时间框架的技术指标叫 Call Trading Multi Time Frame K Chart。那在这个时候输入它的值，输入值是多少呢？当我们想看一个日线图的话，我想请问同学们，一天有多少个分钟呢？读书啊，1440。那在这时候，我们把它设置好之后，把它放在这个图形当中去显示，显示在日内比如说我们15分钟、30分钟这些显示上，我们来看一下。好，那你看到了一根 K 线吗？看到了这根 K 线吗？你在图形当中会看到这根 K 线，为什么昨天就没显示出来呢？它每一天你看每一天就会出现它的这一天的运行的 K 线图的走势的状况，神奇，这一天就没显示出来。那前一天在7月5号的这一天，它的走势是一根大阴线这里走一个大阴线，我把它调整一下把这个指标调整一下。把它调整一下把它调整成为我们比较熟悉的，如果它是向上走的，我们就把它变成红色，如果把它向下走的是把它变成一个蓝色把它改变一下它的颜色的设置，方便我们按照通常的读图习惯去来阅读图表好，我们这下看到它把它输出来了那这个是个多重时间框，它就表示说，如果我们在日线图上去看它的话，在它的前一天就是一个大幅下降的一个阴线一个大阴线的一个下跌。那进入到今天的时候，交易的思路是什么？大阴线逢高做空。那思路了解清楚的时候，我们去切到小的时间级别上去寻找这些入场点，比如说切到微问上去找它的入场点，那这也是逢高去做空它。那这些交易的思路就产生了，交易的位置也就随之由着交易系统带来的交易的位置 50% 的位涨，一次两次点次形成的一个做空的交易机会，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交易的做空的交易的交易机会对吗？这都是我们在图形当中看到的交易的机会。那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欧元对日币也是这样的那中间就会产生这样的我们的报名的同学可以向我询问这个指标中级班的一个交易的指标也是非常好用的。好，那我们讲解到这里再来当然多重时间框架的这种交易的方法并不是说我有一个指标就可以了，它是理解行情的一种，就是要进入到熟悉的理解行情，它并不是一个指标就能代替的，而是说我们要去实际交易当中去了解日、四小时、半小时、五分钟它们之间的运行关系。其实深刻的了解道氏理论是了解多重时间框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
一个重点吧，就是了解它的一个重点啊。那我们在结束之前把这个再去讲一下刚才。对，我们把刚才的，这是我们刚才的欧元对纽币的图形啊，这是我们刚才欧元对纽币的图形。那我们刚才在这里入场，行情运行向下20点，啊，已经向下走了20点了。那5分钟图上去交易它的话，如果再回归到微分交易图形当中来，我们看到这个图形在这个位置上去入场的点位也是特别好的，它已经完成了对大阳线的反转，它正在向下的走势的运行当中。那这个图形现在截止目前22点，刚才做单的时候我们那还在朝下走啊，那现在同学们是一个纠结的时刻，到底平还是不平？平的话会在这个里边它走了22点，那22点呢就是在中间会有220纽币啊，两手交易的话就是420纽币啊，也就是400多块纽币啊，大约合澳币，对，折算成，然后再折算成美元，400多块乘一个0.7啊，乘一个0.7啊，就得到它美元的汇率。那澳币纽币呢，约略相等，就大约400多澳币的收益就在刚才的这一单当中就得到了。好，那这是我们刚才的一单喊单啊。回去一下，截个图。好，那我们主审说要是回来截个图，啊，截吧。那可以截个图发到我们的群里边来，让大家去看到啊。那平仓也可以，不平也可以啊，去看看啊。短线交易，所以我们今天交易的都是短线单，所以在今天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去20多点的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的一个位置啊，也都可以吧。因为我们在交易的是短线单嘛，行情走了20多点，拿到400美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获利的结果。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名师解惑环节啊，进入到名师解惑环节，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向我提问啊，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向我提问啊，或者在我们的微信群中啊向我提问都是可以的。啊，软件当中提问也是可以的，就是直接在上面问问题。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那我们就今天早点结束啊！祝同学们周末愉快，非常感谢大家在周五的晚间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易的学习，也非常希望投资人能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实际体验到交易获利的乐趣，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